우리 형님 보고 싶네요. 福宝回国，爷爷的心碎了。今天韩国 SDS 更新了福宝微博前，两位爷爷最后给福宝的封信。这里以第一人称来读爷爷给福宝最后一封信。福宝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一有空就会和你聊天。我一靠近你，你就想跟我说，能不能再给我多爱一下？放心，我会告诉你的新奶爸，说你很喜欢，我会告诉他们你很多的事情。你喜欢雪，你喜欢在雪里打滚。 你喜欢爬树，你不必知道。事实上，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知道。当我送你回去后，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回来，所以将爷爷送你安全回家后，返程回韩的那天，只留下了一张字条给你。亲爱的福宝，爷爷送你回来以后就走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，好好适应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玩，以后我们相聚甚远，但我们会永远活在彼此心，所以我们永远在一起。 送爷爷在读给福宝的信件时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送爷爷说：“你走进我的生活，并无条件的支持我，现在是我支持你的时候。福宝，你现在就要面对幸福的道路。我希望你不会错过任何东西，并享受其中的每一天。再见，福宝。”